Hi, I'm Lu Mingdong from Chinese Department. I study classical Chinese, Chinese culture, and Korean Confucianism. 我在干什么？我正在研究韩国朝鲜时代的家训，看中国儒家教育对当地的家庭的影响。我平时呢都会做一啲嘅文献保育工作，譬如话我手头上呢一部《自由人》。是上一世紀50年代的報章，不是很多人見過的，所以我會分析裡面有關儒家的資料。我平時喜歡做些什麼呢？我喜歡去金魚街看金魚和吃咖喱魚蛋。